华人逢年过节都希望年年有余，步步高升。大家好，我是甘志来，今天要为你们呈现这道年年有余迎双喜。首先把糖倒进水里煮成糖水待用，然后把糯米粉、澄面粉、粟米粉、清油、椰奶一起混合搅拌均匀成面团，放一边待用，取出一点面团调色混合均匀备用。将鲤鱼的模具抹上一层油，将调好色调的面团随意放入鲤鱼模具中，称为鱼的花纹。将糖水与面团一起混合均匀搅拌成糊状待用，再将糊状倒入鲤鱼模具中，包上保鲜膜，用中小火蒸10分钟。有了松厨魔法气压锅，它能快速地蒸熟鲤鱼年糕。接下来取出待冷，把鲤鱼年糕慢慢取出，摆放盘中，加以点缀，年年有余迎双喜就完成了。